First things first, I'ma say all the words inside my head. I'm fired up and tired of the way that things have been. Oh, ooh, the way that things have been. Oh, ooh. Second thing, second. 大家好，这里是珠海分会场。随着科技的发展，无人机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在日常生活中，无人机的应用领域也越来越多。此刻为大家展示的是无人机如何对海面指定位置抛投救援装备。现在准备开始解锁。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无人机正在起飞的过程，它将会按照我们给它规划的航线去执行物资抛投。在海上救援行业中，无人机能够迅速、有序、高效地完成任务，为我们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救援中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以上就是珠海分会场的情况，接下来把直播画面转向威海分会场。